来了，卷儿来了。还原名家本真，寻回时代情怀。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倾力打造的融媒体互动戏剧节目卷儿来了。我是主持人董毅，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除了现场的观众之外啊，还有100位在虚拟观众席就坐的网友朋友们，我们也响起掌声欢迎他们好吗？欢迎你们的到来。好了，那今天我要请出的是本期的角儿。有人这么形容他，说他是在舞台上大气磅礴的大花脸，那也有人说呢，他是充满着委婉细腻的方式球运。有人说他呀，说他在舞台上演的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却是一位非常天真可爱的人。他是谁呢？他就是本期的角儿，京剧名家孟广禄。我们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我们的角儿孟广禄先生，欢迎。你好。欢迎您，欢迎您。大家好。孟广禄老师啊，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京剧名家呀。我们再次响起掌声，欢迎孟老师，好吗？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孟广禄先生呢，到我们的角儿的舞台上入座，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来，有请。嗓音洪亮高亢，气力充沛。行腔委婉细腻，韵味醇厚。舞台上他是大气威严的铜锤花脸，生活中他是风趣率真的天津汉子。坚持创新，兼收并蓄，俯首传承，不忘初心，他就是京剧球派花脸名家孟广禄。很多人只看到我们现在孟先生哈，他现在在舞台上取得的成绩，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他曾经一点一滴是怎么样成角儿、成腕儿的。我们也通过几张照片哈，一起来回顾一下孟广禄先生曾经走过的一些岁月。哇，好年轻啊，孟老师，这是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你们是真有能耐，我都没有，这最少得30年了吧。就是您怎么就学了京剧了呢？我小的时候啊，从3-4岁就跟那小朋友一样，我就是喜爱半导体，只要一开京剧我就唱。后来我考到了飞行员啊。真的？跟唱戏这两样，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沈阳提琴。后来我的父亲说去哪儿，我说还是来北京吧，因为北京离得天津还近一点，如果沈阳就太远了，而且我呢也喜欢唱戏，就这样就是学戏了。后来我就上天津戏校，就是我现在的青年京剧团考试。当时也没有要，因为各种原因就觉得我个儿不是高，唱花脸那种胖的。后来我就跟我们那儿有一个老先生叫张荣善老师，说这孟广禄早晚得出来，你们得要他，你要不要他我就躺在操场上。老先生荣诗社的，一看要我了，可要了我是要了我了，我在团里干什么呢？扫地、扫厕所、拉木，这三个我重要的活。但是我有一样，我在这几年当中，我5年坚持的喊嗓子、吊嗓子，没有一天停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吧？不是每一个角儿生来就一定是角儿的，他一定要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历练。是，所以说我也在电视上说，现在社会文化发展那么繁荣，但是京剧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瑰宝。今天说是角儿来了，可以说大家就是角儿，
因为什么？没有观众就没有我们，没有您大家的支持，拿着我们用双手举起来，我们就不能忘本，就得为大家服务好。那我特别好奇的是，刚才说刚到了院里面，到团里面，并不是说一下就能当台柱子哈。什么时候是让您觉得我一下得到大家认可了，我当了柱子了，或者我当了主演了？就是我八几年时候，团里的演员病了，正好是没有人替。领导问我行吗？我说我行。我就这样上去一炮打响。特别棒，我也感谢，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孟广禄老师哈。此时此刻呢，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互联网上给孟广禄老师留言哈。你看，还有人说我想拜孟老师为师，你真棒，特别有志气哈。这个还有说我家宝贝也是学花脸的，很喜欢孟广禄老师的唱腔，而且孩子的老师侯连英先生是孟广禄的师哥，我师哥，同门师哥，棒棒的。对，哇，我们的虚拟观众席里面的有戏迷，有网友，还有认识您的人，来，咱们来个连线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一些您也认识的我们的网友朋友。哇，广禄，我因为啊有话剧，雷克生老师，我演出话剧没办法，所以我去不了。希望您的那个专题节目成功。谢谢老师。成功剧是吧？你演杨白劳，我演黄世仁，你是京剧演员，我是话剧演员，咱们唱歌剧是吧？白毛女是吧？你老问我白毛女怎么还不演呢？你看演我得收一回租子，我演黄世仁，演杨白劳，我得收租子。笑谈笑谈啊，祝你的专题节目，录的成功。谢谢您，谢谢雷老师，谢谢，祝您健康长寿。雷克生先生是我们戏曲频道的老朋友了，是是是，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唱，非常喜欢京剧，喜欢唱花脸。对，他刚才说的那个，你们还一块演过？我演过歌剧《杨白劳》，因为王昆老师一直在我演出当中就看我塑造所有的角色，就亲自找我，说管路，我有一个想法，你能不能演杨白劳？我说我不行，我行吗？他说你肯定行。后来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排练，我就跟雷克生老师还有王二妮儿啊一块儿就把这戏演了。哇，那您的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创新，跨界演绎了。是是。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戏曲艺术的跨界也好，或者混搭也好？京剧它的艺术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它离不开七个字：喜怒哀悲忧恐思。所以说在演出当中，在台上永远离不开这七个字。创新的道路必须得走，但是要先继承后发展，必须继承好才能创新。如果我们把老祖宗的东西都忘掉了，创新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把老祖宗的东西就现在模仿好才能跳跃。京剧是块基石，永远的跳跃，不能跳下去。我一下就想到孟广禄先生曾经有一部戏，而且好像也是您的二度梅的获奖的一个剧目，叫《郑和下西洋》。是。那个我觉得就挺大胆的，因为里面融了很多的一些民歌，对，然后还有包括舞蹈，对，麻将舞，对，是吗？当时怎么想的？那是那个梁菊、戴英禄、李忠诚三位老先生写的，而且呢是刘廷宇老师给配戏。尹晓东老师给作曲，真的太棒了。您看这个剧照，这就是当时您在这出戏当中的扮相哈。是，这个戏非常有潜力的，因为国家提倡这个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以我们做文艺工作者呢，更应该讴歌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遵循着我们国家在社会、在世界的地位的发展。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对，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把您的一些代表性的剧目带到国外去进行巡演？我要把郑和下西洋，郑和这个人物把它重新的改编弄好，
准备复排，去国外演出。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期待着早日复排哈，也让我们国内的观众先来大饱眼福。是。那今天我们现场呀，还来了几位嘉宾。是啊。对呀，您看舞台上，我们通过一个环节，请您来辨认一下哈。行。首先，我们来揭晓一下一号门后面是哪位嘉宾。好。也是一位花脸演员，这是玛丽。玛丽是您的学生吗？我的学生。您怎么就猜出是她的？她的声音有什么特点呢？她是比较通畅的，而且非常用功啊，我能听出来。今天后边有一点紧张，我听得唱，但头里头很好，有点儿，就是怎么说呢？艺术也要讲个度，有点儿膀胀外的外字，有一点使劲儿，我能听出来，你看是不是？看来这个师傅对这徒弟特别了解，连徒弟这个紧张都能听出来。来，马上揭晓一号门背后的嘉宾。哇，女花脸！是的，女花脸。你好，你好，欢迎玛丽。主持人好，老师好。刚才在幕后有点紧张，有点没唱好。刚老师听出来了，他说对吗？是是是，这个女孩子学花脸，我一直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女孩子唱花脸，而且没有那个叫什么磁音，就特别难得。她的优点就是很正常的，就没有这种女人的声音，所以说条件非常好，非常有可塑性。那今天来到这儿，想对师傅说什么呢？就是师傅您挺辛苦的，希望在以后呢多注意身体，保护好嗓子。谢谢，我也希望你们多努力啊。谢谢。好，谢谢，谢谢玛丽的到来，也祝你在艺术舞台上多塑造一些好的艺术形象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谢谢，谢谢玛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第二扇门后面的这位嘉宾哈。这是个小孩儿，对，我也听着像是小朋友的那个声音，还很稚嫩哈，特别可爱。还没有倒仓，是一个可以说十岁以内以下以内的小孩，十岁以内的小，我估计是啊，朋友是吗？小朋友。真是哇，你好。这么高的个儿啊，做个自我介绍。你好，你几岁了？我叫李新龙，今年十岁了。真是猜得真准。是什么？你说说你今天来这儿的理由。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见见孟老师，是因为我从四岁开始学习京剧，特别想见到孟老师。那你见到老师想对老师说点什么呀？老师，我一定会像您一样努力学习，一定成为一个京剧演员。好孩子，哇，好有志气啊！孟老师，您给指导指导，刚才孩子唱的这一句，那个“风”字啊，别太死了，别风风风光，没有，还得打开一点。非常好，谢谢老师。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我今天就带来了剩下的六个小抱枕，为孟老师和主持人带来一段铡美案。好，来，我们欢迎。
好。而且老师勾的脸也好，你看这个花脸吧，这个月牙都是冲右边，要是太阴山呢就冲左边，这是我师哥侯连英老师还有诸位老师给勾的，也费了心了，谢谢。七位小朋友谁学的时间最长？我。你学了几年了？我学了六年了。六年了？你今年几岁？今年九岁。三岁就开始学了。我看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我叫孙翔。你说话都带着位置。孙翔。我问问你啊，你知道你这行当叫什么吗？叫镜，也叫花脸。为什么是叫花脸要叫镜行呢？因为这个花脸画脸的时候他画的那个最干净，所以叫镜。对吗？这孩子真好，真是这样的。因为花脸都以为是脏，其实这反义词就是干净，所以叫净。答题100分。好，谢谢你们，再次感谢。哎呀，刚才孩子们表演真棒哈！真棒，真棒！就您看到以后，肯定觉得特别欣慰吧？太欣慰了，太高兴了。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传承的队伍当中来。对对对对，现在尤其是习主席讲过这个文化，这心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先上有责任，戏中有乾坤。您要说到这个戏里有乾坤啊，今天我们舞台上还有一番天地，您还没看到。是吗？第三扇门后面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您的老朋友了。你总是 我只能透露到这一点了。总是给我留神秘。好，马上揭晓三号门背后的嘉宾。广禄，你好，知道我是谁吗？猜一猜，听听我的声音。我想，你是这个节目是角儿来了。对呀，对呀。您再给点提示。肯定是角儿。肯定是角儿。咱们3月份一起开会，你的右边坐的是陈凯歌导演，陈凯歌导演右边坐的是我，宋春丽老师。先献个花。谢谢您。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好。来，请入座，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的，欢迎啊。哇，宋春丽老师，我特别喜欢那么大明星。没有，塑造过多少这个荧幕上的形象哈，电影电视剧又得过很多奖。我喜欢京剧，按理说我这个年龄不是追星族了，但是我真是今天特意的跑来，因为我太喜欢广禄的戏了。广禄在他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愿意听他的戏，他长得并不威猛，对，就属于是比较也属于，不是说特别高，特别那个魁梧的，大
但是他怎么出来那个声和上到台上就感觉这么威猛。对，就这儿吧，这声音都在这儿呢，而且有一种金属的声音，就他这声音一出来以后，就感觉要那屋子就能都震起来，就有共鸣，有共鸣。然后他又请我们去看听他的戏，看那个林则徐，确实是感觉太好了，我就永远在耳边想着那个你在大海边上，什么唱就大用歌剧来说大咏叹调的那种，太好听了，而且你听着跟着激动，就由不得要叫好，由不得要鼓掌，就感染力特别强，感染力特别的强。还有哪一点让我感动，就是他作为传承人的这种，应该说是他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但是就对这个传承你怎么往下传，刚才一看一票小花脸真可爱，就这个是我感觉是特别。另外还有一个所谓这个传承，这个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今社会像这个广禄这样的艺术家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楷模，应该宣传提倡的是这种精神。下一步如果再有什么大戏的话，也一定要请我们宋春丽老师去看哈。他不请我会自己去。那这样，咱们就请我们的孟广禄老师现场给您唱一个，好不好？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此时此刻呀，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媒体啊，我们看一下互联网的网友朋友们都给我们什么留言啊。你看，有人说今天能听见孟老师开嗓真是大饱耳福啊。还有说我是孟老师的铁杆戏迷，看到有戏迷连线，什么时候轮到我呀？好，马上我们进行戏迷连线。我是北京京剧院的老旦演员赵宝秀，今天呢，不能来到现场，非常遗憾。我和孟广禄合作了已经有30周年了，这30周年的合作呢，我们非常的愉快。我的很多的徒弟，他都提携过。就是我们京剧界提携青年，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在他身上呢是得到了传承。团里的演出又多，你主演的戏也多，我作为一个老大姐吧，嘱咐你一句，健康第一，希望你呢劳逸结合，只有好的身体，才能为咱京剧的事业呢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赵宝秀老师，也祝您身体健康。我们今天现场除了有我们的虚拟观众席上面的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之外，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可爱的戏迷朋友，我们也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一个机会，好不好？谁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哎，您看，您刚才一直看着他，我就知道。来，有请到上面来，好不好？这位小观众，这是有备而来，你看我们穿的多精神啊！欢迎你。你好，好可爱。来，你转过来，让我们大家认识认识。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安俊磊，今年我8岁，我来自张家口。哦，我小的时候就听孟老师的光盘。你还你小的时候？你是不是挺小的？3岁。哦，3岁。3岁。谢谢您对我的。你知道孟老师是从几岁开始学习的吗？我也是3岁。嗯，跟你一样啊。那今儿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啊？孟老师，我想拜你为师。我为你点赞。出其不意。好好教你，好吗？好吧。不是，您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我的观众太可爱了。你这样，老师不能随便答应，你先给老师唱一段，老师听听。你会唱吗？会。你不是3岁就开始吗？唱一段好不好？来，我们给孩子一个机会。孙武龙，用话筒说话，用话筒说。行。好，我领一山呐，帮张安武。好，你看那最后那个口型，慢慢长。收紧，你给点评点评先。就刚才孩子带来这段，特别入戏，他认真，而且呢，他不撑着嗓子，说小孩把声音撑成跟大人一样，完全是错误，去让他自然的。有潜力是吗？有潜力，非常好，努力啊，好吧啊。谢谢孟老师。嘿。然后就完了是吗？完了，下来，我得好好说。下来找老师，好好谢谢孟老师，我给你磕头。别，你太可爱了，你好可爱，你看你把那边一群小朋友都看傻了。啊，这老师，我一定好好教你啊，行。哇，太棒了，谢谢孟老师。您看这会儿网友们的评论越来越多哈，看一下孟老师，您这么帅，您的儿子一定也特别帅，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儿？呵，这个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您家贵公子今年多大？他今年29。那么大了？对。这个他现在30了。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是咱们现在现音像的录音师。那刚才提了这么多，您儿子怎么称呼他？叫孟兆龙。好，我们欢迎孟兆龙大龙出场，有请。欢迎，哇，小帅哥，这叫小鲜肉，现在。董老师好，董老师好。你好，你好。孟老师那么巧，咱又见面了。真贫啊！你先让那些没见过你的那观众先看看。
啊，各位观众好，我是孟兆龙。您看看上面还写呢，说这儿子是吧，这儿媳妇儿需不需要介绍一个呀？现在就是也在有了是吧？对，哦，那就观众朋友别操心了。不是这个，但是还是谢谢观众朋友的关心。说说你眼里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个特别开朗，然后特别包容别人，然后还是个特别找乐的人。我觉得就是他特别爱开玩笑。真的？你可以透露一下，比如说爸爸，他会经常就比如说我晚上已经睡觉了，我就听见隐约的有人在敲我房门，他说那什么，我有点饿了，你给我做点吃的吧。真的？不是您吗？我记得您说您那个做饭也特别好呀。他做饭特别好，但是他可能晚上就是工作完回来累了，然后就晚上就想吃点，就是什么比如什么什么面啊。他最爱吃什么？就是西红柿鸡蛋面。啊，对，他是最爱吃的那种，因为比较好消化，因为他胃口不好嘛。嗯，他做饭做什么做最好吃啊？是他做五花肉啊，做虾，做青菜，就他做菜有一个特点，就跟他这个人一样，就是特别分明。我如果做菜，那菜切的块儿基本上都一边大。对，特有嘴儿。那您这刀工得真的，我真的做饭从小练的。他原来是当墩儿的。透露透露爸爸平常的兴趣爱好，就让你有没有感染到你？他是个特别爱就是动物的人，特别喜欢养蛐蛐。这个说出来了您的一大爱好啊，是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对吧？行。孟老师也把他的几只宠物啊带到了我们卷儿来了的舞台。这个蛐蛐呢呀，打开了，你现在看这个蛐蛐，这个罐子摸着特别光滑，是大明宣德。哇，对，这叫顶天立地的村，蒙文村。这蛐蛐，这个蛐蛐厉害，这就是它特别好动是吗？你猜为什么吗？是不是？这个蛐蛐转身快是吧？机灵，转身快，看到吗？特别快，特别敏捷啊！而且骨架结实，你拿着草一猫的牙，它的骨架。这个是康熙，它是有花纹的，这叫花康熙，这是窑变，就是在烧窑子里变出来的东西。哦，你看上面还刻着字哈。对呀，这就是紫兰博。好好听啊！我们再换一个。这个是万里章，万里章的，比赵子玉还要早。这个叫什么？素三段。素三段，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就是颜色。那素三段是属于什么颜色呢？这也是青的啊。这个养蛐蛐也有诀窍，不是什么人都能养得活的吧？因为我家里五代人啊，都喜欢玩这东西。这个蛐蛐从甲子道到现在几百年的历史，所以说它的这个文化相当之深。这蛐蛐是不是特别不好逮呀？这样说到就是你去那个逮蛐蛐，然后有，对，我就想问去哪儿找这些蛐蛐去啊？我跟我爸他们一起去山东去逮蛐蛐去了，然后我爸突然间，哎，这人呢哪去了？然后一看给钻那个草垛里去了，然后万万没想到草垛里有一个蜂窝。真的呀？真有蜂窝。然后我爸就喊快跑啊，然后大伙呜一下乌泱乌泱的都跑没影了。是山东那蛐蛐好？蛐蛐好。我听过别人这么跟我说，孟广禄老师说，孟老师养的这几百只应该有多少只？总共养过多少只？刚工作那阵儿养过二三百只。哇，然后说那个只要是它叫，您就能分辨出谁是谁。不是，他跑出来我知道哪个罐儿。哦，就是这样一件事儿。有一天我跟我妈在厅里吃饭，然后突然间就蹦出来一只蛐蛐，是给你打电话吧？我在外地演出呢。说跑出蛐蛐，跑出来蛐蛐呢。大概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大概什么颜色？对，他就告诉我什么什么颜色。我说在我的那个桌那一溜，因为那个蛐蛐桌子上有很多排蛐蛐罐，200多，就像这样子的罐，对，全是。完之后我告诉他在第几排。第几个的，你翻开看看是不是空，他一看他就服了，说哎呀，可是我就能记住这个蛐蛐长相是哪个罐里的。
长知识了。那你现在也会养了吧？他不养，他从来没养。你得赶紧传下去啊！他不传到第五代了。他也不猫，即便跑了，他拿脚挡，他也不猫。孟广禄爱子大龙的到来，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让我们知道了花脸名角舞台下的奇趣生活。接下来，孟老师的六位高徒将聚首舞台，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感动呢？好，今天啊，我们把舞台现场还原成了我们孟广禄老师的，您看看，教学课堂了哈，因为我们请到了您的徒弟们。您收过多少徒弟？有没有统计过？22个。22位。有的都是还远一点的地方，也没有请来，还有的那个就是演出。所以今天请到了6位高徒啊，先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傅博洋。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高航。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赵志强。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李阳。欢迎。大家好，我来自吉林省京剧院，我叫玛丽。欢迎。大家好，我来自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我叫谭笑。哇，你这附中怎么长这么高啊？这应该是最小的徒弟吧？17了，是吧？今天啊，就咱们虽然说是还原一下我们老师的这个教学课堂，但实际上咱们可以放松一点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一说老师在你们眼中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说吐槽大会。老师有这心理准备吧？我能接受是吧？能接受。谁先来？那我先说两句。好，好吧。因为呢，我跟我师父呢是年龄最接近的，我比我师父小16岁，从这个15岁，我就跟着我师父。实际上呢，我在很早的时候一直跟我师父，我管我师父叫哥。在1992年梅兰芳金奖大赛的时候，我还是个特别小的孩子，10几岁，在家里边睡觉，突然就被电视机里传来的《探阴山》给唱醒了。哎呀，我说，哎呀，这谁唱的？太好听了！我父亲就说。这个唱花脸的叫孟广禄，他是天津的，说唱得非常好，说小子，如果将来你要是有福气，一定拜这样的老师为师。那么很巧，在1995年，当时人民大会堂我们搞了一台晚会，我老师主动叫我在晚会说，小伙子来，小同学过来，我剃个光头，说你跟谁学戏啊？我说我跟夏雨龙老师。他说学什么戏呢？我正学坐宅道马呢。哎，说过两天我要唱道马，你把那个说的走边那出场来一个四级头我看看，结果我就给孟老师走了一个，然后孟老师就说，哎呦，说你看夏先生这个说的就这块比较好，我过两天演出就用夏老师这个出场。那会儿我师父呢就留了一个我的电话号码，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家的电话响了，我父亲接的电话，我父亲说，哎，您找谁？那边说啊，我是这个找一下博洋。后来我爸说找你的，后来我一接电话，我说您好，哪位？他说我是广禄。我当时哎呦一听，我这心里，他说我在民族文化宫有一场演出《赵氏孤儿》，说你要是有时间，我给你留票，你可以来观摩。后来我就，然后我说好好，老师，我晚上我一定去。后来我把电话挂了。我父亲问我说谁呀？我说孟广禄。我爸说你又吹牛皮。你不相信？因为我后来呢，在梅兰芳京剧团，我当时也制作了，包括袁崇焕、梅兰芳、我师父宰相刘罗锅，包括天下归心，都是我干的制作统筹，所以我一直在我身边，师父身边伺候着。我就发现我师父在排戏当中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非常的认真，只要是在舞台上，他从来没有一点这个开玩笑的感觉，永远是非常认真。所以我师父也经常跟我说，说老师有老师的条件，你有你的条件，说这个你不能完全的去模仿老师，是吧？所以呢，说这个要跪地下学古人，站起来做自己。我记得老师在第一次给我的笔记本上写的一句话，我到现在也记着，叫“让人非我弱，得志不离群”。所以，我特别喜爱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偶像。哇，好感动啊！因为我跟他就跟方旭前两天一样，有的时候戏多了，各方面也想不起来，相互之间教学互长。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每一个人的优点，所以说我们相互之间都是镜子，你看我哪方面，我看你哪方面，相互之间研究，因为一无止境，
所以说这样式子就能把艺术更加的推向这个高的标准。嗯，还有谁有话想说想分享？我说吧，我说吧，今天三岁有点激动啊，有点激动。三岁啊？三岁吧，近三岁到四岁之间跟我师父在一块儿。博洋哥比我年长，但是我跟我师父时间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最长的，今年整整三十年了。哇，三十年了，我从三十年前进了我师父家门，跟我师父学戏，特别的感动。这三十年对我太好了，真的像父亲，更像亲人父亲那样言传身教，对于我感动。师父，我师父也激动，我也激动。他特别喜欢，他小时候可红了，一提高行，哎呀，天津的名片是吧。之后他妈妈那阵弄一个自行车，就是那个棉被弄的那个小孩，我就给摆上砖头，叫他在哪唱，你站这儿唱去，这唱去，哎呀，当时可真的特别可爱的那么一孩子，跟大同小时候一样一样的。那阵还真是摆砖头，拿那个粉笔给我画，那小时候学不会，那小时候太小嘛，给我录音带，一点一句一句教，真是我们就叫，一口一口的喂我那么教，真的，一直现在三十年了，一直跟着我师傅。我今天还带了一样小东西，我师傅都不知道，我先拿出来让大伙儿看看，真是一种感动的东西。这是我师傅曾经用过的一副护膝，你们大家观众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师傅腿上双腿半月板切除，是一双受伤的腿，他。我觉得这对演员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他在台上就是这么坚持的为大家演出，就某些包括好多有跪着的戏，他真是忍着这自己的疼痛在为大家演出。言承顺教对于我来说，我们真是心疼他，真心疼我，因为我们都在后台，师兄弟也都是在后台看我师父演出，下来的时候看着他那个腿，有照片，真的相当的重，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照片，大伙儿都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腿啊？这是一个受尽了这个摧残的腿，他就是这么虐待自己，我们特别心疼他，用心来心疼他，他每次演出都在用护膝，所以说我就想用他来激励着我，在舞台上更好的为观众服务。只要是能让观众满意，更得让自己对得起艺术，怎么都行。今天说感恩吧，还有一件东西想送给我师父，也是一点心意。每次进师父家，我们都是师父从来不让我们花钱，也从来没说怎么样。真的，今天我们有一点小的心意，我的小的心意，三十年了嘛，给我师父一个小的礼品。这个唱戏啊，就是挣钱很少，你们千万不要买东西。为什么？我的老师方文祥，还有我的书法老师欧阳荣世老师，从来都不让我买东西，真的从来都不让。所以说他们到我那儿去，我说千万千万不要我买东西，咱们把这个礼节当做学习的智慧来学习，挺好的。师父，三十年了，人生有几个三十年？真的三十年了，真的感恩您，太感恩了。谢谢。我们看看三十年的礼物。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真是表达的我的一种心情。随师学艺三十年，赠予恩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先生徒弟高行。谢谢你，谢谢你。啊，好感动哈！三十年，真的。弹指一挥间。谢谢高行，谢谢高行孙，今天哈、在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感人的故事，可以说也是他的一个情怀，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情怀。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还有谁？先说啊，师父对徒弟，所有的徒弟们，就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我就记得，咱举一例子啊，就是我拜师的当天，我跟方旭，我们俩从北京坐动车到天津去，参加拜师仪式。我师父特别老早，比我们去的都早，到地儿突然给我拿出一东西来，一双增高鞋垫。真的呀？考虑到说，因为你的个头跟方旭相差的有点悬殊，但是拜师时候站一块儿，为了更显得更好看、更精神，
所以我特别给你准备了这双鞋垫，你把它放到皮鞋里。结果那天我还就用了师傅给我这个，确实有让我相片照出来感觉是不一样。那李阳，你是和方旭同时拜的师啊？对对，我们俩一天。高航我们一天，对对对，我们都一天。哦，三位一起拜师的。还有一个石家庄京剧团的李冰师弟，我们四个人是一起。我是觉得他三岁就跟您在一块儿学戏了，但是这个快30岁了才拜成师傅哈，这看来这拜师道路也挺艰辛的，考察了20多年。我们是感情深，但是师傅说从来就说咱们这个仪式可以干什么，但是这个一直就是在身边上。吃了我30年的饭呢。对，你说还真是的。我说一看就是我现在最犯愁的就上师傅家吃，每次吃到家里去吃都倍儿撑得慌，都是觉得哎呀上师傅家吃饭好，这肚子永远是鼓着出来的。那我刚可听大龙说了，说那个孟老师做饭那是好吃的是不得了，师傅做吃的真是太棒了，而且是很多种类，每次都变这样。师傅主要给我们的一个传达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欣赏别人的优点，真的这样的生活就是你不论是生活上还是艺术上你永远都会进步，就是欣赏别人的优点。我跟他们说一句话，必须得会干活你才能有好的事业，不会劳动不会干活干不好的事业。老师的话都要记在心里，你那对最小徒弟抢着要发言了，都举手了，快！就是，我觉得我师傅做的最好吃的菜是那个油焖大虾，太好吃了。哎呀，糖醋大虾。然后我原来就是不会做饭，然后我师傅给我说了那些话之后，我现在学着会做饭了，都是跟我师傅学的。真好。然后我现在是那个毕业班了，中国戏剧学院附中的毕业班，然后。今年就是毕业汇报考试的时候，《霸王别姬》，我师傅就是不分昼夜的教我，从早上一直教晚上凌晨1点，真的非常感动，太感谢师傅。因为你毕业了，所以说呢，还要从文化上增加。我现在特别体会到，一个人在社会上、在思想上的进步，绝对离不开文化的素养。跟一个人本身的素质，所以说希望你们也是善待同行，善待每一个人。谢谢师傅。这个我们说哈，这个女孩子总是比较腼腆啊，真的，果不其然，我们的女徒弟一直坚持到现在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你此时此刻什么心情。首先我特别紧张，我一见到我师傅就特别紧张，因为特别崇拜他。然后为什么说又紧张又激动呢？我就想起我拜师的事儿了。有一天就是接到电话的时候，啊，你准备准备啊，那个要那个拜师了，我就特别激动。然后我那一宿我真是一点我都没睡着觉，就包括那天2016年3月19号那天，我都是。一直我都在哭，就上台举行仪式的时候我就特别幸福，就那一刻我就特别的幸福，知道吗？然后那个再说说我师父给我那个字哦，带了一幅作品哈，来，我都一直珍藏奋进。师父呢就嘱咐我们徒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然后看到师父认真努力，我们一定要向师父学习，热爱京剧事业。好，谢谢，谢谢玛丽，谢谢。我们知道，作为京剧人来说呢，特别的艰辛，特别不容易哈。尤其是我们这个跨行当，可以说是女花脸，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更加难上加难的事情？因为花脸嘛，它终归是阳刚之气很强。所以说他这付出来的心血更加大一些。所以说呢，我刚才也说了，在这个文化大发展这种五颜六色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我们京剧人还能守候着我们中国的文化，就非常值得尊敬。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的中央领导这么提倡文化的发展，其实第二个春天就来了。我希望你们大家抓住好的机遇，是吧？多学习，真的，把咱们的好的文化传下去。
好，谢师傅努力，谢谢师傅。师傅刚才谆谆教诲哈，今天给我们这几位徒弟一个机会，有什么话想对师傅说？祝师傅身体健康，艺术青春永驻，我们全体给师傅三鞠躬。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多努力，祝你们成功啊！谢师傅，谢谢师傅。在艺术道路上，有什么坎坷，都是正常的，真的。就跟盖楼一样，要打好地基。那此时此刻啊，我提议啊，在节目最后，请您带领众位弟子一起，为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精彩的节目，好不好？好，我们掌声有请。氤氲着江山，起伏温柔的曲线，放埋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低吟的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给的金色的花年，做人一地感叹，做人何惧艰险，好心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眼，不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人一地感叹，做人何惧艰险，好心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眼，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乐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本节目礼品由北京小冠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深深的感谢广大观众对京剧的支持，对文化的支持。曲儿来了，我来了，我是孟广禄，谢谢大家对我们文化的支持和热爱。谢谢孟广禄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弟子们。那今天九儿来了的舞台，我们邀请到了孟广禄老师，还有所有的弟子们，和我们一起谈他们心中的京剧情缘。从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义字当先，谢谢，义无反顾地去追寻心中的戏曲梦，同时也感受到了孟广禄老师非常童趣、非常阳光、非常开朗的温馨的一面。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的到来，也感谢我们所有在虚拟观众席就座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始终在陪伴着我们今天的录制。那亲爱的朋友们，
你来了，我来了，卷儿来了，中国的卷儿在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再见。下期卷儿来了将带您走进京剧时尚老旦袁慧琴的戏曲人生，阴差阳错踏上老旦从艺之路，师从名家，继承创新，打造京剧老旦专属之美。可爱萌宝空降现场，真情流露，泪洒舞台，旧时同窗齐聚一堂，追忆往昔，欢乐开怀。更多精彩，更多感动，敬请期待下期卷儿来了。